我今天要跟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表白，她不仅长得好看，还是校长的女友。这不太好吧？我们不提倡早恋的。没有没有，你误会了，我跟她是同事，我是学校的体育老师，她是英语老师。好像是那个在自拍的女生哎。Hello 小姐姐，你是不是叫湘琴啊？嗯，是。怎么了？我们是小峰的朋友，他今天不是办了个生日趴吗？怕你找不到，让我们带你过去。不就一个生日聚会吗？还有这么多人啊！他生日一年只办一次嘛，要不你跟我们过去吧，不然他们都等着急了。为什么我选择在生日这天表白？因为这样我就不会忘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呀。什么结婚？不对不对，我们在一起的纪念日。你和小峰的关系好吗？还可以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同一年进学校的嘛。那如果我们节目播出去了，被你学生看到怎么办？那我半个月工资要没了，因为要给他们买喜糖。那你有没有抢过他的体育课？这个倒是经常会有。那我不抢，别人也会抢的吧？我觉得他是我学校里边最好看的，而且不仅家境比较好，还很有气质。像老师啊、家长、学生都挺喜欢他的。那你喜欢他吗？紧张吗？是的，有点小紧张。那你自己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吧。原来你的是我。哎，你朋友呢？他们临时有事，所以就不来了。这太过分了吧，生日都不来。没事没事，你来就够了。等一下啊、哦、哎呀，生日快乐。哎，准备了礼物了，好用心。这本来就有一个盒子装着，但是我包太小，我就想拿出来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不介意。我就知道你不介意。那我帮你带吧，来吧。这个就算了吧，要不给你吧，孙岩老师。就挺给了。没事没事。来来来，我帮你带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不是很小啊？哇、哦，没事，刚好挺合适的。你们知道女生送男生手表是什么寓意吗？不知道。不会是送终吧？这什么、啊？说什么？男生你也太直男了吧！送表呢是一表心意，有表白和示爱的意思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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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不知道送什么，然后听我朋友讲，然后送这个，我就觉得也挺适合你的，我就买了。不要想太多。Okay, 我再问个刁钻的问题啊，你们的学生更喜欢谁？我吧，我吧，哎、我吧。你们两个还挺不谦虚的。好了好了，你。学生呢，他们我觉得是比较喜欢你，但是喜欢上我的课。我要是学生，我也喜欢上你的课，你可喜不喜欢呀、啊？真的是。现在啊，咱们要开始今天的游戏啦。今天玩壁咚鼻尖碰鼻尖，对视十秒钟。游戏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希望不要被我的学生刷到，很尴尬。我觉得她这么好看，以后生的女儿一定要像她。你都想生孩子了？那必须的。你知道我们这是个恋爱节目吗？不是说是她朋友吗？恋爱节目是吗？对啊，又被骗了。你觉得今天表白会成功吗？八九成吧，我觉得，哪怕没有成功，我也还会继续的。如果你们在一起了，你最想和他做一件什么事情？我觉得应该就是跟学生一样，手牵手啊，一起逛操场之类的，就是比较纯情的一些东西。教书育人，先教好我们的学生，然后再教好我们的孩子。哎呀，好，那我们就到最后一个环节了，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的？我听徐老师说你很喜欢许嵩，那刚好国庆节有他的音乐会，票我已经买好了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？那你以什么身份跟我一起去啊？我想以男朋友的身份，你觉得 OK 吗？哇塞！怎么还给你整害羞了？那这样啊，你们两个先转身背靠背，
如果觉得可以和对方谈个恋爱的话，就在我数完三二一之后转身。三二一。失恋的夏季，在晚风里，我终于遇见你，才明白。我还以为你不转了呢。哎，我吓一吓你。那你们两个不意思意思啊？来吧。抱一个，抱一个，抱一个。好甜！你说校长如果知道我们在一起的话，会不会把我开除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爸很喜欢你的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嗯。那我更加努力了，争取早点把你娶回家。那你要好好加油啊！好的。